牙齿长好以后就不能吃甜的啊，吃甜会蛀牙，对呀、啊，没有错啊。他说这是我蛀牙掉的牙齿，没有，这是那颗牙齿本来就在咬。好、哦。这里就经过了啦，经过永春市场了啦。小心啊！这好多卖衣服，你有没有来过？我不想再收水沟了，不好玩，那我就要回去。那可以干嘛？不就骑脚踏车而已。啊，你就是要好停，等一下下来，下来了。这个有楼梯的，下来。对，还要再过去。好，等红灯哦，停。还是要往前哦。对，还是要往前啊。怎么那么烦啊？很大，然后游乐设施很高。好，我们那个叫好像逃过来的样子。什么要尿？说尿。哦，尿啦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红灯了。好，直走进去的那个河道里面了。左边，好。哎，那个是有一个艺术家的标志。对呀、啊。慢一点哦，抓一点点刹车啊！好，抓一点点刹车哦。对。我要抓很多，我。抓，帮你抓好，帮你抓。不用，我们抓。还是我认错？啊，我要回走了，我要回去了。你觉得是？我要自己回去。你说，你这配给大哥是你？和音不好，所以我们接下来的三连锁。姐姐，那就给我呀。他跳芭蕾舞，你没有看到？你可以骑脚踏车呢，有没有？这风景很好呢。小心哦。那么大，上去哦，那么厉害啊，可以骑上坡、哦。
冲冲，哇，好厉害，放你推，等一下、哦、自己弄，好，自己弄，好、哦、应该是可以，应该是可以上去的、哦、可以可以、哦、不行了不行，好，帮你推，你慢慢慢慢踩，右边了、哦、哈，不要右边，不是右边那个坐电坐那个右边坐那个电梯，右边坐电梯下去的。我想要从这边。不行，那个就不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只有上来这里而已。我们刚上来的。对对对，上来就要坐电梯下去了。哦，我们刚还。按一下，上下，都可以都可以，两个都可以一样。对，有了，按到了，上来了，有按到了，上来了啦。好，我按了，你转过来。电梯下楼，电梯关门上锁。转过来，电梯下楼。好。一楼到了。电梯开门。好，骑出来。啊，左边，等一下，电那个斑马线左边。啊，现在红灯了，不能进去了，在这里等，等一下，在这里等。啊，直走啊。啊、停停停，怎么一直冲出去？台北市运动中心二楼有儿童游戏区。啊，小孩子都一样啊，他没有分啊。不要不要进去，你看一下看一下，你在这运动啊。这里这里这里可以可以进去啊，这里啊，这里的游乐设施两个，义东公园哦，有一个游乐设施两层楼，两层楼高哦，不是这个啦，没有游乐设施，不是哦，不是，那再过去一点啊，啊，这样围起来哦，那围起来这不能还不能溜呢，有围起来呢，不能还不能溜呢。
哎，那这个还没有修好，还没有修好。有黄锁，现在还不能溜，坏掉了，里面有脏脏的。可以攀那个攀岩啦，那个是给人家攀岩的啦，对呀，可以爬的啦。你会不会爬？不会爬，这样危险哦，要踩旁边一点哦，不是这样子踩的哦，可能要横着踩，对，横着踩，会滑，会烫哦，那个太阳太大会烫。我没有地方可以。在这里啊，在这里比较凉快啦。那晒太阳。我想要玩啊，玩就再找啊，不然回去我们那个啊。回去来带姐。我不想要骑脚踏。不要叫我来推啊，你用走的啊，我们回去了，回去那个地方。芒果是过去那点大颗的，就是啊，这个还没有黄，不能吃啊。那是黑点的。想要放回去。那没关系的，我们带回去。黏黏的。啊，那个是那个汁啊，这个汁本来就会黏黏的、啊，还没有芒果汁本来就会黏黏的啊。不可以回家种。这个不能种，这个还没有熟，还没有熟不能种啊。我不要了。啊，不要不要，那你自己取，那掉下来没办法，人家捡在那边的啊。可能人家给他丢东西掉下来了，本来以前就在这边呢、啊，这边掉下来的。我们丢东西上去呢，把它弄。可能会丢到啊，丢到就会掉下来啊。